是大理寺的人，只不过出场有点晚。你之前不能算见过。大理寺？哦，俺想起来了，俺之前不就是给大理寺了吗？他们好像还把俺关起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俺咋会给这儿了？ 别喊！你说那只猫啊？啊！那只猫已经被我放跑了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案子我接手了。终于轮到我出场了。哼！这就放跑了？一只猫而已，关键它做什么呀？ 那可不是一般的猫呀，它会写字儿，它会放烟花，它会把俺抓坏人了。哎，它还被游民了，还伤着了。你闹出事儿可咋办呀？那那说放都给放了呀。没想到有人会对一只猫这么伤心。不管是猫，还是别的什么事情，到此为止了，此间事了，走吧。等会儿，哎，闹妮儿了？就光那个小妮儿，哎，他不是故意了，他是被迫了，才想认东西了。那个钱我们被指他的罪啊。按理说，他应该已经被大理寺的人送去了祭祀堂。哦，那他家人了？这就要看有没有人来寻他了。这不属于大理寺银霞的范畴了。哦，那就怪可怜了。哎，要是没人来找他，他以后可咋活呀？ 等等，啊！你协助大理寺破案有功，我可以帮你个忙。大理寺，从无欠人情。哎哎哎，官爷，那你答应帮他小妮找家人吧？要不我先请你吃个饭吧？哎，中。挂了，这院可够荒了呀！ 这里是大理寺的别院，很早就没有人住过。哦，哎，走这边。哦，王爷，俺是咋过来的呀？俺就起来，俺迷迷糊糊的，那大理寺给俺拖过来了。那只猫不是被人贩下了迷药吗？还咬了你一口。然后迷药就随血入体，
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幻觉。哦，幻觉啊！对，幻。嗯。啊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 您多馄饨去。好嘞，谢谢啊。伙计，你们这儿椒拌肉不是一向用的最嫩的里脊肉吗？今天怎么换成五花肉了？不是你们老板做的呀？您那是真厉害，我们老板不在，这是我们老板娘的手艺。我们老板今天早上去西市采买，这不还没回来吗？ 今天早上吗？啊，老板娘说的。哎，王老板不是独身吗？什么时候有老板娘了？去年刚续的亲。您慢用啊。陈氏，别吃了，走。 哎，客官，您还没会账呢。账都是不着急，你家老板啊，可能出事了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想吃白食啊你？你小点声。你方才说你们家老板早上去了西市采买，王老板对食材十分注重，即便是每日剩料也绝不会再用。但刚才的王木凡，口感僵硬，色泽暗淡，一看用的就是隔夜陈饭。你作为一个跑堂的，不会这个都不知道吧？ 这也就是说明，从昨天打烊之后，老板便不在店中了。那老板娘为什么要说谎呢？老板娘比老板年轻很多，对吧？是。还经常吵架。是。您怎么知道？刚才的盘子上隐隐有山榴花汁的味道，而山榴花汁是制作上好胭脂的颜料。想必那个人一定是对自己的容貌十分看重。 连夏厨也用这么重的胭脂，年龄如何，可想而知。至于为什么说经常吵架，王老板对菜品十分严苛。嗯，这是你们菜里面发现的，能忍得了吗？还有你呢，作为一个跑堂的，每日定会住在店中，但昨天晚上。 你一定不在。是啊，老板娘放了我一天假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身上这么重的酒味，说住在店中，老板会让你喝这么多呀？对面24进馄饨，老板还是那个官夫？是。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他就一直在那儿清洗店面。是。 这又能说明什么呀？嗯，我这，嗯，24进馄饨的味道没有变，但汤的味道变了，多了一样有，少了一样，多的是山榴花汁的清香，少的是道工序，没有用竹叶去腻。 也不知道好是不好使。啊！慢点。啊！
你胆量挺大的嘛！不是，别，你是知道你会带我来这儿啊？看完了案发现场，当然得看一下受害人。 你要是害怕的话，要不然钻回去。俺不怕。趁现在没人，赶快。 跟你在一块的人呢？俺不知道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你在一块的人在哪儿？俺不知道。带走。是。 小哥，你和他是一起的吧？怎么是你？此符在身，妖魔不敢近你半步。你这个牲畜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大理寺的，我是。他不是。我已经看到海波文书了，为什么来这儿？来找凶手。 还世间一个真相和公道，如此看来，你就是凶手。我曾经想过，大理寺的人会追过来。
却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景象。冤枉人你们在行，给人公道，听着倒是新鲜。既然是来抓我的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是大理寺亲印，代表着大理寺的权威。你告诉我幕后之人是谁？ 定能讨回公道的，去投案吧。缘由已然明了，此事对你尚有余地。余地？没有余地了。我既杀了人，就无法再回头。我只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
知道丫的是我。何人在此装神弄鬼？装神弄鬼？哼，这话从尚书大人口中说出，也算是恰如其分了。你是何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需知道我是代表大理寺前来就好。大理寺？哼，你欲何为啊？ 3年前的妖猫案，大人给个解释吧。此案与我何干？大人何必在我这儿装糊涂呀？妖猫不过是幻术，而大人正是变戏法的人。信口雌黄！你好大的胆，当街劫持命官，是何人授意？你可知这是多大的罪吗？恐怕也不及大人的万分之一。3年前，你暗中差虞侯掳走了蒙氏戏班。 炮制妖猫谎言，以图掩盖神都中的失踪案。其中的缘由和失踪之人的死活，大人今天须得给个交代。凭什么？大人这么有恃无恐吗？无非是觉得人证和物证都自信已经完全抹除了。本官今日值大理。 本官若不出现，全城的禁军都会来寻。不知你想过后果吗？嗯，禁军赶不及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尚书大人，此案尚有原告在世，他不仅是原告，更是人证，就由他来问话吧。 既然妖猫之说出自大人之口，那最后死于妖猫作祟，恐怕也没有人会追究我。我跟这老虎也不算熟，十步之内尚有的说。大人，尽快！大理寺以法为准，以律为绳，以证据为先，但律法之外尚有报应。大人身上背负这么多条性命。 就不怕冤魂索命遭报应吗？去！我认，我认，我认！好，那我问你，所谓妖猫，是否是杜撰？是。孟氏戏班，可是你暗中派人掳走的？是。后来如何？我如何？我已经将他们都灭口了。 你干什么？你放下来！大人，怕你被老虎吓着，放了我，就暂且将你挂着吧。你好了，不生气了。带你去吧。不对，走。都记下了吗？ 都记下来了，白纸黑字，甚好。